只要签落去，就会当还用啊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李白嘛是真正上的啊。我要找恁头家万千芳。阿婆，我想要做照顾你迄个人。你爱相信你家己。 有能力得到幸福，我未准备好，请你阁花一点仔时间好无？阿舅妈，千芳这么无闲，要申请返乡的代志，阿姨敢有时间通我甲堂伯啊陪伊讲感情啊？你是客栈的贵客，看你有啥物心愿？我最希望哦，有一个囝，哎，像你这优秀的囝。阿爸，头家歹势呢，阿咱这准备阿囝哦，所来的那都是。 阿母，我就收你啊！我想袂到恁爸仔囝已经收你啦。我玲珑上爱的就是万千芳，你有爱我无？爱，你玲珑就是我万千芳的女朋友。阿母哥，我是感觉真无安全感。我甲你保证，万千芳，你毋是一直想要还阳。 你若走，你拢只要是要安怎了？你若是愿意当面甲我回失嘞，过去一切我都一笔勾销。你敢无勾销男朋友？你是安怎一直闪避我？敢讲你无想要看到我是？阿舅妈，千芳这么无闲，要申请还阳的代志。还阳？伊无甲你讲啊？唉，水仙讲会找吴明去加班，吴明讲会等去房间休困。 这其中一定有一个人讲白贼，那安尼，你认为是啥物人讲白贼？蔡队啊，这敢要冤枉的报告，竟然是你！通伯啊，是安那要摕本王的报告？我决定啊，我要继续留住的明博客栈。为怎么开始绝对袂当对我讲白贼？我的心肝，你头拄则是咧甲谁讲传啥报？ 无，哎，就重要的，煞予恁母甲放进去。我爱恁，甲我交代予清楚。敢讲你拍算要予伊伫几日遐哦？爱跪就予伊去跪，就予伊跪到转世迄一天。哥哥，那伊嘛是你的老爸呢。这是伊应受的天罚。千芳，你敢知影，人生上大的天罚是啥物？千芳，是后悔。 是你把包裹放伫我房间。这么多年，我一个查某人爱面对法律的问题，我搁爱面对受害者家属的无了解。阮过的是啥物日子，你知无？